马劳我们看得多，到底有没有找上新加坡人堵车堵桥去马来西亚工作呢？今天就带你们去看一下。今天是星期一啊 ，Working Day 啊，现在六点多，有人吗？空空的吗？现在已经来到马来西亚了，然后发现真的是没有人来马来西亚工作的，只有马来西亚人去新加坡工作。然后其实来回的朋友们啊，真的是很辛苦，因为今天我发现到大堵车，就是过这一条桥啊是堵死的，然后变成他们逼不得已要走路去到新加坡再过这个关卡。我在想，会不会只有我们这种神经病的人啊，那么早起身去骑车？其实人家那么早起身已经是在等巴士去的新加坡的工作路上了，我们还在那边骑脚车，为了吃个早餐呢 有点想念呢。来到嘉庆吃早餐，嘉庆吃完早餐了，现在回新加坡了。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 follow 我的 TikTok。